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《无名》票房破八亿，王一博粉丝已做好反黑准备，严阵以待。自从年前王一博的《无名》官宣会在大年初一上映开始，粉丝们就开始忙碌了。自家正主的宣传活动，上映后电影的观看、影评。 宣传王一博的路演，电影的口碑如何，票房多少，粉丝们通通在操心。不知情的路人都以为粉丝们全都投资了《无名》这部作品呢。在艰难中行走，即使《无名》已经赢得了相当不错的口碑，每日的上座率都达到了第一，奈何排片实在是不给力，上映的时间也大多早上和凌晨，有一部分人都不愿意为了一部电影而早出晚归，故此。 无名票房的进度条相比较其他电影，还是稍显缓慢的。如今，无名的票房也终于到了八亿的大关，在原本下映的时间之内，争取一个十亿的票房也成为了粉丝们心中的期望。慢慢来，先定一个与王一博有关的八点五亿的小目标即可。从无名上映开始，网上对于作品和王一博的污蔑就没有停过，一会儿是表演，一会儿是学历，一会儿是长相。 一会儿是公司股票，一会儿是剧情，一会儿是恋情。每次无名的票房增加一个亿，王一博以及这部作品都会有一次黑热搜，角度清奇，不知道是如何想出来强加到王一博身上的。如今影片的票房从七亿上升到八亿了，按照惯例，王一博的黑热搜该安排上了。只不过与此前被打的突然不同，粉丝们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就是不知道对方讲不讲武德。 是凭空捏造一个无端黑料，还是找所谓的狗仔空口爆料一些连个照片都没有的假料当实锤了？作为王一博众多电影作品中上映的第一部，《无名》已经是一部无比成功的作品了。多少路人因为叶先生对王一博改观，从无感到赞叹有加，甚至还有年长的路人影迷认为王一博一直是影视演员，让他少跳舞唱歌，不要不务正业。导演陈二因为一部《无名》。 已经成功跻身影圈顶流导演之列，无名的票房是他从前作品票房综合还要多七倍。博纳也在自己的博文中对于无名大肆夸赞，不仅仅是为了作品的票房，也是为了作品的内涵。无名毫无疑问是成功的，北影教授夸赞有加。这部作品会成为无数编导生课堂上的拉片作品，不仅仅是国内，如今北美版海报也已经发布，上映北美。 加拿大就在二月十七日，国内票房如今已经达到八亿了，一直到下映加上海外票房，总共会有多少？大家拭目以待。一部《无名》照映出王一博在电影圈的处境，黑子们都说这是一部粉丝电影，为粉丝而拍，只有粉丝在看。那么王一博的粉丝可以为一部作品带来八个亿的票房，王一博应该被电影圈导演们奉为座上宾了吧？粉丝们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一亿黑口碑。 二亿黑表情，三亿黑票房，四亿黑公司股票，五亿黑导演，六亿黑内容，七亿黑恋情，如今八亿了，那就放马过来吧。